做一个政治的工作者，常常去予人扭曲抹黑，这是非常平常的代志。所以有的人遇到阿扁啊，往往第一句话就问讲：“阿扁啊，为什么你的头毛遮尔黑？是毋是有你？”我讲我拢总免你。几十年来，我一直去予人抹黑，无黑嘛得黑。其实，伫2008年的8月14日，我来举办记者招待会。我讲我做了法律所不许可的事情，为媒体，特别是特勤组。就我扭曲抹黑讲阿扁啊，承认家己做唔对代志，阿扁啊已经认罪啊，阿扁啊已经承认家己有贪污，安尼来我做文章，甚至伫特勤组的调查，或者是后来起诉，伊来控告的时阵，还佫咧讲这项代志。啊，实际上大家知影，伫迄个时阵我所讲的，我做了法律所不许可的事，迄是咧讲有关竞选经费的申报有不实的所在，所以我敬向全国人民来深深道歉。所以查到遐尔济无影的代志，无讲的代志，伊嘛会当啊哩扭曲、抹黑，说落去就亲像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绝对没有一死。啊，实际上大家知影，现主席的总统兼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，才有一本《台湾危机解密》。第256页，咱蔡英文还未做总统的时阵，在2009年9月7日，甲美国 AIT 新的处长斯图文来见面，中间有去讲到阿扁的代志。中间咱蔡英文主席讲，伊认为对着陈水扁有寡指控，亲像讲劳保竞选经费，这是伫所有党派政治人物中间，包括国民党的领导人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，被抓写恶意。啊，你想讲这是伫台湾的选举政治内底无分男女非常普遍的代志，意思是讲有关竞选经费的申报无真真正正来老实报，这是非常普遍的代志。所以伊讲伫国民党嘅领导人内底嘛是安尼，咱大家所知影。甲我选过总统的连战，伊到底伫2000年开偌济竞选经费？伊当伫申报讲开3亿1000万，但是咱李前总统是迄当时的主席，包括迄当时国民党的长官刘泰英，因两个拢总有讲过，有关连战伫2000年选举所开的竞选经费。起码有120亿，但是伊报偌济？报3亿1000万，安尼有老实无？他有没有做了法律所不许可的事情？同款，大家所知影的选票案，咱宋楚瑜伊选省长的时阵，到底开偌济钱？迄当时伊讲，伊才开一个1亿。
伊虽讲选线条的上限无超过，但是行票啊，我审的时阵去看内底的资料，伊搭伫声音查出来结果，起码开五亿，伊报一亿。啊，阁有村，啊，阁有闲置剩余款。伊搭伫承认讲，中间有3亿8000万用南投回去美国，回去互因囝。伊讲这是选省长所存落来的钱。啊，阁有一条2亿4000万，原来讲这是做一个党的副秘书长，的党的秘书长，伊的一个专户专款。啊，这是国民党的钱，所以来提存，要予国民党。啊，国民党伊无爱领，啊，所以经过10年领后，这条钱要领出来，国民党阁要阿讨。伊讲啊，这你毋是讲这是国民党的钱，迄当时无领，阮即摆要阿你克。尾啊，伊阁辩解讲无咯，这条2亿4000万提存的钱，嘛是伊选省长所存落来的钱。选省长开5亿，报1亿，阁剩一个2亿4000万，加上3亿8000万，啊，阁有6亿2000万。请问，伊的竞选经费的申报有老实无？为啥物？为啥物？连前也好，宋楚瑜也好，两个拢总无老实，结果阿扁也老实。来承认我申报不实，变作是我犯罪的证据，够公平？大家想看卖呢？